再次收看《给你点上心灯》。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4月26号台中丰乐公园华光小天使护苗行动，莲生活佛亲自参加支持赞助清寒的学童，也有许多国小的小朋友现场做精彩的表演。您现在看到的是南港国小的扯铃表演，以及文昌国小的国乐表演，还有福归国小的扯铃和太鼓表演。看到人家又是拿这个太鼓，对不对？师尊也打鼓了，所以他今天也要打点东西，这样他才觉得他很酷啊！我们就给他一点鼓励。如果等一下打得不好、念错的，我们就当作是特别的效果，好不好？这样可以哈？这样麦克风距离可以吗？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哦。小心一点，不要打坏麦克风。我还是站着远远的帮你看守着好了。我们就来欣赏。啊，这一位呢，就是在娘胎的时候呢，有师尊的加持，然后现在呢是这个样子哈，然后功课很好，重点是哦，要宣传一下，他已经看了师尊的书，已经看到第40几本了，忘了啊，反正超过40本哦，小学3年级哦，掌声一下好不好？看师尊的书已经超过40本了，1、2、3走。老师傅叫他们换一换，哎，照想换过了不可能。愣头青打不了，青头愣的青，青头愣撞不了，愣头青的中。点三针吹不了，针三点的滚，针三点捅不了，点三针的深。打咕哩咚就打不了，咚咕哩吧，咚咕哩吧就念不了，打咕哩咚的筋，哦，风扫不了，随风倒的地，随风倒点不了，倒随风的灯。老师傅一见有了气，是要打徒弟整八女，眼看着八个徒弟要挨打，从外面来了5位云游僧，这么更凑真人13位，
一到后院去数塔的玲珑，后院倒有个玲珑塔，玲珑宝塔十三层，一日五单层呀，回来数三层。谁要是数得过来玲珑塔，谁就是个大师兄。要是数不过来玲珑塔，就叫他夜间罚跪到天明。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腰过一口气，一个木了鱼嘴一盏灯，一个金钟卷四两，不为一瓜小瓜扔。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隔过两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步饶过三口气，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钟十二两，不为一瓜小瓜扔。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六层，六张高桌，二十四条腿，六个和尚六本经，六步饶过六口气，六个木了鱼子六盏灯，六个金钟二十四两，不为一瓜小瓜扔。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步饶过四口气，四个木了鱼子四盏灯，四个金钟十六两，不为一瓜小瓜扔。真人数罢了玲珑塔，抬起头来更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冒着阴，风看一老僧，灯前看一本经，灯前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迷了眼。西北全天刮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下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挂了坑里钉，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灯前金，刮灭了金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钩，霎时间满纸刮成情感官平金挂松绑，鹰飞针走金翻灯，灭金掉光光，这么一段绕口令。礼拜的成绩可以啦，可以啦，我们再次感谢，谢谢大家啊！为了帮助家境清寒的学童，支持华光小天使护苗行动，台中市副市长萧佳琪以及社会处张国辉处长也莅临了现场。莲生活佛将自己的墨宝义卖善款捐助给华光功德会，抛砖引玉。因为莲生活佛在幼年求学时期，曾经得到了嘉兴水泥公司的清寒奖学金，以至于受到相当的鼓励，至今都还感念这份恩情。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把这种布施的护苗行动广传下去。我们一样的要将我们真佛宗护苗小天使。在小天使的心中啊，放进我们华光功德会的种子。将来呢，他永远记得，他应该跟整个社会做功德。这样社会就非常的祥和、平安、健康、富裕、繁荣。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现在请三位嘉宾，请他们在上面盖上您的这个手印。五十根的手都可以，都可以。送福送光的手，我们大家的爱心以及小朋友的手。大手抬手，手印了，我们一起陪着孩子们走向幸福
快乐的未来。掌声，我们掌声感谢副市长为我们带下了第一个手印。那是不是请处长，我们的张处长也为我们盖下第二个护苗手印？掌声啊！好，我们师母也在现场。好，我们的师母也在现场。我们刚刚忘记介绍师母了，师母也是从小非常认真读书，也是应该有奖学金的。他没有奖学金啊，没有，是正在开玩笑。我们请师母也为我们盖下这个护苗的手印。我们先请师母。哇，师母的手啊，吉祥天女的手印，哇，我们再次掌声，师母的护苗手印。我们现在压轴的，我们来看圣尊莲生活佛的手印盖下来，让我们华光护苗行动就此展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华光小天使的代表三位小朋友盖下小小的手印。那我们大手牵小手，一起走向幸福快乐的未来。好，第二个代表，好，我们华光小天使的护苗行动，希望我们能够散播到我们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得到我们的帮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理事长，我们的台中市的市长胡市长，在夫人邵小林车祸期间呢，也用他的生命写下了《泪光奇迹》这一本书。我们透过《开悟一片片》《莲生活佛》第200本文集，以及胡市长《泪光奇迹》这一本深刻的生命记忆，我们来作为好书交换的活动。愿这个非常好的书呢，能够分享我们的心灵。我们现在好书交换，我们请。好，所以呢，这真的是历史性的。并且胡市长呢，也赠送给我们100本的《泪光奇迹》，并且每一本都亲自签名。好，所以呢，现在我们好，这是一个大型输出的，我们莲生活佛呢，卢胜彦文集已经著书到达200本，所以肖副市长，您知道吗？我们师尊写书已经写了超过200本啊！你有看过超过200本的人吗？我们200个人合起来200本。哎，我发现你也幽默哎，你怎么没有去上综艺节目？啊，下次我叫台志源多模仿一个人好了。好，那全民大闷锅了。谢谢，没有看到师父心情就很开朗，所以就很兴奋，所以就非常的快乐，所以讲话也快乐。我们师父也是很幽默的，对不对？所以呢肖副市长他代表市长赠送这本《泪光奇迹》本书。那么莲生圣尊呢，这个里程碑是200本啊，肖副市长他都没有看过的哈。一片片，我们掌声再次的赞叹啊！好书互赠啊！不过副市长，你也要回去转告市长，我们师尊也有替这个夫人求哦，你知道吗？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师尊的无远佛界的佛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啊，泪光奇迹跟开悟一片片，我们今天好书互赠，希望我们能够借由副市长啊、台中市市长以及社会处呢，让我们所有真佛宗的各个单位在台中都能够非常蓬勃的发展，大家互相帮忙，好不好？2008年台湾雷藏寺儿童佛学夏令营。
将在7月26到27日展开，欢迎国小3到6年级的同学报名参加，0492312992。师尊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阳光？师尊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小雨？所以今天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老朋友们，我们都是靠这个阳光跟小雨可以站在这里，真的是无比的感恩。我们用最感恩的心情来唱这一首《阳光和小雨》。事实上，我们基金会功德会啊，办了非常多照顾我们老人、照顾我们小孩子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特别谢谢，特别谢谢师尊哈、所带领的整个的功德会啊，在社会上默默的付出哈、我记得大概是一年，差不多一年了、我们在户外英雄剧场的时候也有举办这样的活动，那所以给社会上注入了很多温暖。事实上，看到师尊，肯定就想到阳光和小雨。我们有一天离不开你，所以阳光和小雨，爱就是阳光，爱就是小雨。事实上，我们师尊就是阳光小雨，那每一个人就是小阳光跟小小雨。那这个社会上有阳光跟小雨的话，这个社会上会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爱，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利益，这个社会上就更温暖，那我们的大地啊就能够生生不息啊。所以我特别再一次的谢谢。Yeah.
您现在看到的是在台中丰乐公园中区华光功德会所主办的华光小天使护苗行动，莲生活佛特别返台为清寒学童筹募奖学金，而且现场凡是有捐助华光小天使的朋友都可以得到华光功德会的纪念背包，大家爱心热烈响应，得到纪念品的人也纷纷的排队恭请圣尊莲生活佛亲自签名。在上师休息处这边有很多位上师为大家盖师尊加持过的纪念章，希望大家都能够满愿啊，大家都能够得到加持，大家都能够满愿。欢迎国民党的秘书长吴秘书长来到我们现场。啊，吴秘书长是师尊的老朋友了。好，我们是不是请秘书长今天大驾光临，请秘书长为我们讲几句话好吗？我们再一次的欢迎，耶！活佛，各位好朋友，各位同修哈，莲生活佛是我30年的朋友，他的著作等身，发光发亮哈，已经是行遍全球了哈，这是我们大家非常尊敬的一位，教导很多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种族，不分工作的项目，甚至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日本、非洲、美洲各地，都有非常多非常多读他的书、尊敬他、愿意跟他一起发愿来行善的人。我相信今天在场的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那我在差不多一个多月前啊，我到西雅图去拜访活佛，他告诉我说：“不为浮云遮望眼了哈，无论乌云都要一大都要一滴，一定会记着光明就对了哈。”所以我今天特别来跟活佛表达我对伊的感谢，和国民党和马英九在立法委员选举、在总统大选当中。顺势会当成功，阮国民党籍的立委，甚至马英九本人，一定好好服务，尽心打拼，为台湾、为中华民国、为所有的好朋友认真努力，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我也祝非常辛苦行走全球各地的活佛，祝他法体康健，光芒四射。谢谢。5月3号，我们请吴秘书长来到我们法会现场，好不好？就把经济记哦。5月3号的五哈，就是五福临门，能够去参加哈。三呢，就是三生有幸了啊。谢谢。哦，他已经给我们开支票了，对不对？哦，好，我们师尊把他签名送给吴秘书长，谢谢。在台中华光小天使护苗行动从4月26号早上10点开始，一直进行到傍晚近6点，圆满成功，非常感谢各界的支持与参与。我们再来看的是，为了庆祝卢胜彦文集200本里程碑，大灯文化也特别在4月30号为莲生活佛举办新书座谈会，由主持人黄子佼和张月丽访问莲生活佛，现场呢也有许多卢胜彦文集忠实的粉丝读者。莲生活佛为了感谢大家，也做了一段金刚拳的表演。再次掌声欢迎林俊龙和金刚拳的表演，掌声欢迎，谢谢。
莲生活佛2008年返台系列活动精彩的内容，下个礼拜我们将继续为您报道。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给你点上新灯》。